有请下一组训练生登场。请你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青春制作人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凹凸不平组合。凹凸不平，那真的凹凸不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合纵文化的青青的申青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三三申玉，来自合纵文化。我是来自合纵文化的小太阳老四申杰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里的不平担当，不高也不低的整整，来自河马影业的徐整整。大家好，我是在队里有一点凹的王晨炫，来自 TPG 文创，你们可以叫我炫炫炫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里的最凹担当陈品轩，你们也可以叫我轩轩，来自 TPG 文创。我的笑声好甜哦。怕不怕？怕。对今天的舞台会有担心吗？不会，还好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们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